國際大旗局，我是你們的替工大肥文俊興保養頂兩個禮拜，咁今日已經嚟到第四日。事實上咧，我自己大肥按天下都做唔到。今朝早四點半咧就已經做緊第一次，咁而家六點半停一停，唞一唞，咁做埋第二節。想講美國大選，其實之前講咗噶啦，講咗一啲就係左同右。咁下下都美國，下下都中共，有啲人留言話：，哎，好悶啊！你厭唔厭嘅啫？咁俄烏戰爭到今時今日開打咗一個大反攻，咁我哋都靜待消息。國際形勢圍堵中國已經成為咗一個戰略，是一個大戰略。咁操盤手就係美國，所以講美國大選，今年嘅美國大選，咪出年嘅美國大選啦，2024年。咁咧，其實塵埃落定咗。你問我係邊兩個？嗱，拜登並不是冇挑戰者嘅，佢有小金乃迪出咗嚟，金乃迪家族有一個人，佢企出嚟，表明要挑戰拜登。咁樣特朗普亦都有，特朗普最強嘅對手當然就係德桑蒂斯，佛羅里達州州長。但係喺民調上高，呢兩個無論喺民主黨或者共和黨裏面，而家都係領頭羊，都係排名第一。小金乃迪能唔能夠威脅拜登？我相信唔能夠，唔係佢做得幾好，而係民主黨係需要拜登。雖然你佢任內，我哋外人嚟睇做得好差，無論係內政外交都做得差，搖擺不定，前後矛盾。呢、這個世界唔單止係習近平係咁，拜登都係呢兩個好朋友造成咗而家世界呢個局面。咁至於特朗普，特朗普嘅對手因為要初選，咁樣必然嘅要接受德桑蒂斯，但係德桑蒂斯到今日都仲未公布，但係齊腳噶啦。連之前我哋最美麗嘅前白宮發言人麥卡尼，即係話係特朗普嗰位，佢都已經幫咗佢喺霍士新聞嗰度做主播，頂替卡爾森。但係個問題，佢已經表態支持德桑蒂斯。但我覺得到最後尾都是兩個老對手，很多人在度諗：哇，咁大年紀係啊！美國一份民調，佢講唔支持特朗普出嚟選嘅 60%， 唔支持拜登出嚟選嘅 70%。呢個就係民意，點解啊？因為太老啦。就以2024年嚟講，拜登係將會係82歲，即是他總統任期完結的時候86歲。很多人在笑緊，哇，拜登喎、是咪得唔得呀？講講下嘢都唔知講咗喺邊度，做做下嘢又唔知做咗喺邊度，甚至行行下路突然間掉頭唔知走咗去邊。咁至於特朗普，特朗普如果真係做再做第二任嘅總統嘅話，佢係78。他做完之後都已經去到82了，即是兩個老人家在這裡比拼緊。咁你問我始終爭四年，爭四年啦，就是這樣答你了。而兩個老對手，咁當然啦，對於左膠嚟講，全力咁樣打擊特朗普。尋日特朗普有件事發生，就是佢一件1996年有個女士控告佢嘅強姦案，尋日性侵賠款$500萬罪成。當然，如果你要聽詳細嘅，請聽大飛案天下。獵巫要打特朗普落嚟，5件案件5成案，
但是在全部在一些所謂的紐約州份，在一些所謂的民主黨州份做起訴，那結果很容易。你見到稅務問題死咬住不放，這個第一點。第二，封口費案依然追殺緊，跟住機密文件案，特朗普有份，跟住一件子虛烏有，1996年連證據、時間、人物、地點得人物啫，就係、是、我同特朗普喺一個百貨公司嘅箱裏面嗰、那個更衣室，即係試身室啦，唔係更衣室，試身室裏面發生嘅，竟然冇報警，跟住冇留下任何嘅證據，冇證人，喺紐約州就告贏咗。咁你話睇下幾荒謬？刑事喎、哦，唔係刑事都告唔到，咁點啊？民事告到你。其實美國嘅法例我真係唔係好明白，我唔係一個專家，但係咁樣嘅打擊法、追殺法，通俄門塵埃落定，但你見唔到主流傳媒佢報導，因為通俄門已經證實咗係由希拉里佢哋發起，係污蔑特朗普，搞咗佢四年，結果在法庭上高將呢件事釐清曬所有嘅事實，但係當日講大話誣衊特朗普嘅，包括檢察長、FBI 成員，甚至嗰個假證人承認嗰啲係假消息、假證供嘅，佢哋無一落獲，即係全部連監都唔使坐，但係佢哋承認咗噶嘛？呢、這個就係而家美國嘅司法系統點解咁渴望特朗普要選贏，因為希望撥亂反正。因為你見到美國而家嘅亂狀，迪士尼我都唔睇。你話俾我聽 ，Batman 係黑人，你睇唔睇？跟住你話俾我聽，啊，英國皇室太白啦，最新啊，啱啱好查理斯三世登基。跟住你見到啲左膠講一句乜嘢啊？英國皇室太白了。對於我哋留意新聞嘅人嚟講，其實好驚訝。美國唔係我想去嘅地方，亦都從來冇考慮過，甚至旅遊嘅慾望意願都冇。民主嘅燈塔披住民主兩個字，即係話而家美國就係咁披住民主兩個字，佢哋就可以做盡一切。即是说相当难看的事，但是选票就是这样。2024年一对老对手将会又再碰头，表面上现在特朗普的民调占先大胜7%，在这样的状态底下，你看到民主党他们一定要将特朗普打下来，因为特朗普抽乾沼澤，就是他2016年他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他說所謂抽乾沼澤，有些人說深層政府大飛你懂不懂什麼叫做啊，就是說陰謀論來的。事實上你跟我說這些陰謀論啊，由誰誰誰誰跟著好像多美尼系統，跟著呢啊美國特工隊呢就去到啊德國啊衝入去啊！發生了很多事，但是這些全部都是報和一個陰謀論做出來的。結果你看到啊，即是好像歐新明那樣不停在那裡說，那麼實際上沒有一件是事實。但是在我心目中有沒有深層政府？有。何謂深層政府？深層政府就是所謂的官僚體系，他們才是真真正正主宰了美國，主宰了世界的一群人，包括司法部、FBI、內政部一大堆一大堆這些體系。只不過他們跟民主黨合作而已，就是說民主黨未必是他們老闆，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對特朗普？以前對他們來說，共和民主兩黨哪一個做總統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，沒有問題，因為他們都是中間偏左或者中間偏右，但是特朗普不是，
特朗普佢話俾你聽，我抽乾沼澤，就係我要將你呢個咁嘅官僚系統，你哋嘅腐敗要連根拔起。四年唔夠，當日奧巴馬曾經講過，就係話如果俾特朗普做四年嘅話，傷害唔大，未能夠傷筋動骨。但係如果俾特朗普做八年嘅話，咁樣佢哋呢個深層政府、佢哋利益集團、佢哋嘅就會產生好大嘅變化，甚至連根拔起。所以你見到2020年好多奇奇怪怪嘅事，你都見到好多嘅富人唔係喎，民主黨不停加税啊！你成日話啲左膠，佢哋點解會支持佢啊？啊！啲有錢佬點解會支持佢啊？佢不停加税，美國嘅法例你不停去加税，跟住點啊？不停咁樣避税，合法咁避税。只要你有一個好嘅會計師、好嘅律師，你必然能夠做到。即係話有錢佬繼續揾，越揾越大嚿錢。但係真真正正民主黨呢種做法，即係增加咗中產人士變貧窮，不停挑戰上限。最近美國又再因為財政上限頂唔住。民主共和兩黨又再講數，咁當然啦，民主黨就會話你阻住，如果唔加嘅話，你哋連咩正常政府聯邦開支都冇糧出啦，你唔好阻住曬。但係點解要不停加？點解要不停加？跟住不停成為咗全球第二大嘅借債國家，而家嘅規模係$31,000,000,000。咁第二個係咩啊？第一個係咩啊？第一個係中國。呢個先就係現實嘅。共和黨係想辦法壓落嚟，即係等於當日特朗普。特朗普係想將美國嘅聯邦開支一路縮減，令到佢可以收支平衡。當然啦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程。因為對於美國人嚟講，如果你不停咁樣將你哋嘅債務上限提高，咁就即係話全世界要為你埋單，慢慢嘅就會因為咁樣嘅做法爆發金融危機。美國永遠都頂得住，但係其他嘅國家未必頂得住，所以必然會有亞爾，即係好似歐盟，可能中共，可能日本喺國際貨幣又好，或者在一個結算上高，他們都開始發覺這樣搞法是不行的。那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因為民主黨，民主黨他要永久執政，永久執政他們最需要的是選票。為什麼他們不停這樣將美國的17%的黑人永遠成為了什麼？永遠成為了他們的寶物。點為之保密呢？就是不停地給福利他們，令到他們永遠感激民主黨。你們不用做的，你就有錢的了。你們不用做的，你們會有錢。就以西雅圖，即是加州，很多的所謂的市或者一些州的立法，他們荒謬到怎樣，包括三藩市在內，他們荒謬到怎樣？只要你是黑人，喂，那你說他是黑奴、黑奴的後人、不是。甚至這幾十年裡面黑人移居美國的話，你只要做這裡，他們獲得的錢你知不知道是多少錢？賠償給你，我們對你不住。我們美國是一個歧視的國家，每人$500,000。聽到是不是很興奮？我都嗱嗱聲想將我自己的膚色去染黑它。但錢從何來？
當他們要確保到他們的選票永久執政，將美國變成了只是單一政黨是民主黨的時候，他們就是操弄這些，跟著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。為什麼？他們容許你來，跟住俾你哋做嘢，跟住俾福利你，民主黨對你哋幾好，跟住下次選舉嘅時候，佢哋就能夠將啲票票投民主黨，即係話佢爭取嘅就係黑人，佢哋爭取嘅就係乜嘢？就係呢啲南美洲嘅人嘅選票。而呢個永遠嘅循環嚟嘅，就係俾更加多嘅福利。跟住加税，加税邊個俾得最多？窮人，佢哋永遠都係窮，但係你照顧我，我懶啲，我唔使做，因為係一個福利主義嘅國家。結果税加出嚟，有錢人佢哋識避税，更加上呢班咁嘅所謂極級嘅有錢人，佢哋有啲好朋友，嗰個就叫做民主黨，嗰啲就叫做左媒、主流傳媒，他們只會令他們更加多、更加多的錢。那受苦的是什麼？中產，中產就會越來越貧窮化，即是說他們賺的錢變成一個普通人賺的錢。民主黨就是用這種手法，希望他們永久執政。特朗普不是，那你說了，哇，不是啊，拜登，拜登近期都已經轉緊向喎，你見到佢非法移民，你見到佢一啲警察治安問題、石油問題，佢都調整緊。係，只有特朗普將佢嘅選舉承諾99%做到，而拜登基本上佢當日嘅選舉承諾一啲極左政策全面崩潰。近期拜登變成了特朗普，無論是非法移民，現在他比當年的特朗普還要進取，即是打擊他。哇，來了幾百萬的非法移民，現在才來，沒錯，因為他知道中間選民開始頂不住，紐約州甚至加州他們都開始頂不住，頂不住就是這些這非法移民的壓力，開始中間選民有微言。咁你要贏大選，唔係支持你民主黨呢班左膠，最重要嘅就係中間選民。所以佢馬上變身特朗普，行特朗普嘅政策，甚至喺好多地方開始轉向，尤其治安問題啊、零元購物啦呢啲，佢哋都喺度轉緊，甚至石化問題。日日講環保，講呢個所謂嘅氣候協議點樣偉大，咁喺我心目中呢啲全部都係虛嘅，虛嘅。乜嘢環保？我細細個我成日聽，哇！我哋南極洲上高、北極洲上高有一個臭氧層啊，嚇越來越大啦，就嚟搞唔掂啦。咁結果，臭氧層自己修復。我哋細細個嘅時候聽到就係、是、哇，石油危機啊！我哋全世界嘅能源只夠50年啊，但係50年過去，而家石油係用到你唔用石化汽油。人口多咗點解？因為每一日都有一班人，佢哋用一個議題去圈住曬全世界。當全世界就因為佢呢啲咁嘅議題成功創造咗之後，跟住經濟就喺嗰度發展，而佢哋就係最大嘅得益者，即係等於而家嘅新能源汽車，所謂嘅環保嗰、那個鋰電池係永不分解，佢仲會毒化泥土嘅。咁我問你啦，日日講緊新能源點呢？有冇真係真係？真係能夠環保啲咧？冇，破壞性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仲係未知之數。民主黨用咗好多好多嘅手段，諗住永久執政，深層政府亦都支持佢，因為
只有他們才能夠令到他們安穩，可以吃長糧賺很多錢。但是特朗普出現就必然會打破這個僵局。這個就是我自己看了美國啊，即是六七年啦，不多所得出的結論。喂大匪，你看那些東西跟CNN 紐約時報不一樣的，是你可以說不一樣。其實2024年是主宰全球的一個關鍵，因為如果當拜登他真的連任，你說他已經全面轉向變成了特朗普，那就即是說修正了。你錯，因為當他連任的時候，他後面的老闆就會急速咁樣再推落去。點解？因為拜登冇咗連任嘅壓力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佢必然會做。即係大家要明白，我而家爭取選票，當我選咗嘅時候，我咪再推落去。咁樣美國好有可能就一左不反。我唔想睇到蝙蝠俠係黑人，我唔想睇到啊超人係變性人。我不想看到白雪公主竟然皮肤不是白的。那你说大匪你不是种族歧视？不是。那个古仔本身是这样。美国英国皇室本身他的肤色就是这样。你不能够说他太白，然后你在电视上高跟着将他改了，他变成了有色人种或者变成了华人。那是不是很荒谬呢？我唔想個世界係福利主義，我唔想個世界好似民主黨佢哋主導底下嘅州份吸毒唔係罪，搶嘢因為你窮，窮唔係罪，所以你搶得啱。跟住鼓勵啲人不停咁生，尤其有色人種，你哋生呢，生咗就有政府養，佢鼓勵單親家庭，佢鼓勵一個地球人嘅家庭觀念。冇男人唔緊要㗎，女人你自己生，生咗之後一個兩個三個咁點呀？政府養。唔想個世界咁。喂，美國嘅事關你大匪咩事呀？唔係。因為意識形態是不停地來的。現在近期我很少看荷里活的電影，為什麼？因為太過道德太過主流了， 你是沒有辦法可以支撐得到。但是這種的荷里活電影它會慢慢滲透到去每一個家庭，每一個細路仔，當八歲人可以自己簽名，話俾人聽，可以唔話俾屋企爸爸媽媽聽，佢可以自己接受變性手術嘅呢樣嘢，問你驚唔驚？事實上呢幾十年，我成日都話啦，點解美國會結咁？因為反戰七十年代，我哋都見過就是一啲嬉皮士，係咪啊？留長頭髮、留胡鬚、吸大麻、嬉皮士，跟住慢慢冇咗呢班人，唔係冇咗，只係呢班人老咗。當佢哋老咗之後，而家喺各行各業做到成績嘅時候，跟住佢將整個美國、整個世界開始變成咗嬉皮士化。講翻美國大選。特朗普啊，即係官司纏身，到今時今日能唔能夠話可以踢得開呢啲，令到佢可以真真正正嚟一場選舉。咁特朗普其實最大嘅問題係乜嘢？佢性格上有缺陷。點解性格上有缺陷啊？因為佢把嘴、佢把口，即係得理不饒人。同埋你可以，而家我哋中國就叫毒舌，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好多人將佢呢個缺點無限放大，尤其主流傳媒就將佢變成咗刻薄寡恩，甚至
就是一些卑鄙商人，亦都是这样令到特朗普受尽苦头，天选之人有他要行的路，特朗普和拜登这对老对手再摆出来。那当然我们只是看政绩，在特朗普任内全球歌舞升平，没有战争，甚至连中国都好，习主席都起码比较温顺一点，普京亦都冇咁攻击性，沙特阿拉伯冇重燃正火，整个世界系相对稳定啲嘅。咁当然啦，你问系咪特朗普？系，因为特朗普佢会一早画嗰条红线俾你。只要你睇过佢本书嘅《谈判的艺术》，你就明白特朗普系一个咩人。佢可以捧高你，但实际上他给了一条红线你，就是说你是我大哥，但是你有些事不做得，如果不是你这个大哥没得路，我是美国，美国是美国要再次伟大，当美国伟大的时候全世界就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权威的国家。所以點解美國優先就係咁解？咁你話好似民主黨拉幫結派唔好咩？一個聯盟，每人有每人嘅心思，個個都喺度諗自己嘅小心思，你就見到德國，哇！德國要對付中國喎，但係實際 Benz 佬話：，喂，台海戰爭關我咩事啫？我一定要做中國生意噶。跟住你見到馬克龍，哇！$160亿笑到唔收得聲。但係如果呢啲咁嘅國家全部喺美國嘅規矩底下，佢唔係同你商量，而係佢揸咗一掣。喂，咁你話啦，哇！喺美國咁咪好危險咯。佢話曬事，咁但係你明唔明？美國如果真係咁樣嘅話，佢係民選。人民的選票會改變他，嚟緊2024年將會改變整個世界的局勢，而呢個局勢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。究竟會係左膠橫行、戰爭不斷，抑或係能夠令到世界安定？都要看2024。哇，大飛你講到咁重要嘅，我係呢個係事實嚟嘅。但係我哋見到拜登政府壓制中共，根本上已經黐咗線，無所不用其極喎。你見到特朗普未必係喎，唔係，因為美國其實好簡單，我哋又回歸翻頭先我哋所講嘅嘢，係一個官僚體系。當民主兩黨共和兩黨有了共識，中國是會挑戰他的，他們就必然會這樣做。那你說了，選舉就一定要提出一些跟對方不同的政策，如果政策是完全一樣的，使乜選你？所以你不要想特朗普現在他開的選舉政策或者他的做法你當真，甚至你見到共和黨，哇！喺烏克蘭你哋咁樣俾軍備佢哋唔得嘅喎，毛子景咁樣啊，唔能夠咁樣支援烏克蘭嘅喎。但係如果你話俾我聽，俄烏戰爭繼續打落去，共和黨出年能夠贏得選舉嘅話，我相信佢哋同民主黨一樣，一樣咁樣死力咁樣向普京出手。2024，我哋即管拭目以待。今日冇咩議題，因為尋日我好忙。咁啊，而家6:00，咁啊做埋第二節啦，交住功課先。
咁啊，希望大家支持支持國際大旗局，可以批存課金，可以訂閱啊！如果有真啊，即係有啲現金支援就更加好。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我哋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，咁啊，阿朗哥阿文登為我煮咗一味嘅，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？我台長西亞牛扒。嗱，咁我要介紹下呢、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？第一樣嘢，單手可以食嘅，唉，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，咁西亞牛扒，咁咧跟住又有得嚟虎蝦啦，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冇完全冇澱粉質嘅。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大家嚟睇。跟住落嚟啊！一定要點啲味，台長西冷牛扒啊！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，多謝大家。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